各位，这点心是不是咱爱时时用心守护好以后呢？修行啊，无不多是呢，为着了一点的烦恼，让咱有了无所的习气，啊，有了习气啊，人对咱的观感嘛，那咱自己对自己一点嘛都无利益啊。所以咱大家人真正爱时时，把咱这点的习气好好改掉，尤其是一点心啊，爱定定保持伫迄个正念，心啦正啦，念也正啦，烦恼真自然啦，都不好烦恼咯。所以啊，心念唔通有丝毫之差，常常甲大家人讲啊，差之毫厘，也就失之千里啊。所以，咱一点心，是啊，对咱一个人啊，不管是人格，或者是心。体心理，咱拢是敢那伫迄个一念的内底，一念偏差去，想要搁再调整转来呢，可能呢都是真麻烦咯。所以还是一念心，这么小小的物件，咱还是爱好好照顾哦。手灯，哪这么慢？到今嘛拢还袂来呀、啊！老爷，我已经派人去叫啊，应该马上就到位，请你放心嘛。放心，放心。哎呦，哎呦！你有听到无？你有听到无？安尼要叫我放心下落去啊？哈！紧，给派一个人，赶紧来叫来。好，是是。进去。天顶神君啊，请你着听我诚心的要求啊！一片相信，地相依，祈求神君赐管家，甲老爷，这位向天顶的神君来要求吼，来，老爷，这天顶的天星有这么多，东西南北各有七宿，啊，咱是要向倒一个方向祈求才是咧？这，是啊，这每一粒星，拢有伊的名字，星宿中。各有一神主宰，轮流值日，将你人间吉凶。啊，今日是北啊，老爷我知咯，今天的值日
那是北方的色相神君李伯多，所以咱就应该向北方祈求才是啊。北方色相神君李伯多，是啊，老爷。色相天赐相公邀，相随待去彩云飘，祖师大家好一条，富贵三年再好笑。真的啊？真是。哎呦，那这样就太好了。来来来来来，那呢，咱就向北方色相神君李伯多前来祈求。好好好，色相神君李伯多，恳请你庇佑四福啊！来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够困求啊，拢未记证书啊，这阿秋丁哪还未来啊？万一弄什么三长落地，这是要安怎？哎呀，老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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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秋丁来啊！阿秋弟见过老爷。好好好，时间紧急，紧急去看麦啊！紧急说。是。紧急，紧急。色相神君李伯多啊，你一定要保佑，保佑伊母子平安，保佑，保佑啊！老爷。恭喜老爷母子平安，夫人生到一个小少爷。啊！恭喜老爷夫人啊！天将令我安心欢喜，天赐男女团圆期。圣神君有保庇，天伦欢乐庆友谊呀，也庆友谊呀。恭喜老爷，贺喜夫人啊！一心困求得此功相依助。落雨天在王庭，一家好顺，连心感应，一生荣华功耀稳定，功耀稳定。感谢李伯多啊，李伯多。对，李伯多正是天赐色相之名，我向他祈求，才能顺利得主啊。不如我就以此为名，一来祈求神君会当保佑我的家里平安中台，二来感念今夜之事最为铭记，此主我就奉命为做李伯多，李伯多少爷，感谢色相神君李伯多啊！
真老练，恁君生对白行练，是你肯定动心间。通八方，繁华世上无。哇，来，你够努力嘞！哎呦，也一领衫的质感哦，还够有色水，真正是袂歹呢。穿这件的身躯哦，更加潇洒俊俏。李伯多，你敢有介意？阿娘，你若介意，我就介意。那呢？阿娘，给你加敬几年，加敬几年哦。唔免啦，我足济衫呢，阿娘。宝贝，宝贝啊！哎，你啊，来，你看，你看这古董，无论伊的用工、资料，丁丁拢真讲究啊。这若该买回去，放伫咱的大厅，啊，你慢慢啊，该欣赏，你讲好唔好啊？是，阿娘。好眼光，当然咯、喔。爹啊，啊，害你难得出远门，从来也毋捌参加过这种庆典。我想讲，要四界去行行看看，敢会用的？这。爹啊。老爷，不要紧，这个地界是非常安全的，除了高贵阶级的人会当参加这场庆典。其他所有散食的贱民都已经被赶走了，所以你可以放心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既然是安尼，管家，是，好照顾恁逍遥。遵命，遵命。我过来去看麦啊。是。逍遥，哈，这边请哦。好，行。原来啊。这个世界上也有这么闹热的所在哦。是啊。哦，我长到这大汉，从来毋捌看过呢。这摆一定要好好甲伊看一下，开眼界。你情做我，你交换，不知世间天地宽。心也落泪关，你晓境界有变幻。小雅，你呀、啊，你都是美中最应该占休吃点心，不免操烦，但伊有旧的心，我袂枵袂看，免吃搁面临，我袂枵袂看，免吃搁面临。小雅，这边那演技。啊！你若是有啥物死角差，我一个做官家的，哪会等待会起咧？哦，少爷，那边有咧卖蜡烛，我去买一杯给你啉。你伫只等我，莫惊失魂哦。少爷，你爱等我哦，等我。哎呦，哦，欸，我无要啉啦，官家。吼，哦，我拢已经这么大汉啦，恁大家为什么拢把我当作囡仔咧？真是吼，心机富豪啊！
奇怪，这个人现在倒伫遐，伊看起来佫真狼狈呢。身体乌黑啊，迄个衣衫破。人啊，倒伫遮啦！啊，你的身躯那遐瘦，衫搁遐尼垃圾吧？小兄弟啊，我无物件好食，所以身体唔在遮消散，无所在通好去哦，所以我的身躯唔在遮太高。无所在通去？那呢？你先啊，唔转去恁家？啊，你若无物件通食？啊！你倒去提钱去买就好啊。厝，我无厝啊。钱，我若是有钱，我就袂直接甲人分来做乞食咯。乞食，这是啥物意思啊？你啊，你连乞食拢毋知是啥物，那呢？我嘛无啥物话通好讲咯，小兄弟啊，贵公子。你也是紧转去恁亲人的身躯边啊！无等一下，我就有麻烦咯。麻烦？你要哪有啥物麻烦呢？嘿嘿，你这个人吼，我感觉真奇怪呢。是安怎你讲的话，我哪拢听无啊？啊你，你，哦，你这臭乞丐吼，切，哦，小牙，我毋是跟你讲过，请你一定要等我。那我小看无注意，伊就走回家来。管家啊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个人哦。哦，小牙，我跟你讲啦，这个善家人乞家吼，拢唔是好人呢，唔是骗子就是偷匪，但也是奸商吼。而且老爷甲夫人还搁伫咧等你呢。大哥，嘿，这臭乞家，伊讲的。哦，小牙，我来处理，我来处理。你这臭乞丐哈！你敢唔知影，这唔是你会当来的所在吗？你也是赶紧闪开，也那无吼，等我去报官吼，你就知死啊！唉，世间人真是无明啊，白白拢是人呢。你有钱人甲善食人本来就无啥物分别啊，啥物外在一切拢是空幻呢。恁遮自以为啥物拢总有的人，总有一天。您的明白的，好，你这臭乞丐，走就走，还阁叫你搞的，哦哟！小兄弟，你即马吹来吃的，身躯轻的，手底提，一切拢是空幻的，拢是假的，有悔有期呀！哦，你这臭乞丐哈，人臭心也臭，连讲的话拢是臭的。哦，小牙，咱卖甲伊一般见识。咱也是紧走吼，一切拢是空幻，拢是假。小牙，冤家啊！坦多发生什么代志？老牙，无什么啦，头拄啊一个臭乞丐走来遮，甲甲人分，而且佫甲小牙勾勾缠。哦，不过不要紧。我已经即时将伊赶走去啊！乞丐，哎呦，而且明明是迄个贱民不可进入的高贵之极庆典活动，竟然阁有人偷走入来，而且收费嘛未免太过大意啊！高贵之极，原来这个所在不是世界上所有人拢会当来的哦。该给天生有分寸，雕
过顶轮还地严尊。主公，发定命令，何顶人该在何顶所在，不能越界，这是自然的代志啊。也唔过，拄只迄个人讲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，哎呀，去这话，你哪能相信啊？我理，理。对，咱的家产有失，就算一万年嘛用不完，这以后拢由你前来继承。放心，咱倒是袂空的。啊，不过迄个乞丐，乞丐伊是天生贫贱，这要怪，就要怪伊家己命无好啊，投胎投唔到所在，这是怨不得别人。生来贫贱，嗯，啊，不过出生的时阵要投在什么所在，并非自己会当决定的，敢不是？这不是伊的不对啊，你呀、啊。